开始创作主要的启发应该是当我回想小时候的记忆了哈，大部分是以这个线条做拼凑了哈，我把它当作是一个生态大地的这个线条累积到我的思维啊，其实我们的生活的领域是离不开这些东西，那所以我就把它尝试用文气刻画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我想把这个视觉艺术平面的画就是透过这些来呈现那个我跟生态之间的这个要连结的关系，啊那个关系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和睦的一个恋爱的关系，而不是杀戮的，不是竞争的，而不是这个掠夺的。